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鸡腿哥哥，今天要来跟你们介绍一款手机游戏《完美世界 W》。那虽然说它其实已经推出四个月了，但在10月9号时迎来重大改版，风起万化，虎啸九州。这次终于开放了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女性前排职业妖兽，而且还有新的活动和赛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赶紧开始介绍吧。首先，目前三个种族总共有9个职业可以选择，而且创角这边的开场动画非常帅。不过由于其他职业我之前就已经分享过了，所以这次重点会放在女妖兽的身上。不得不说，这个角色是真的很漂亮。重点我们可以点这里来进行捏脸，创造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角色。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设定，光是一个脸部，它居然就分成整体、额头、苹果肌、颧骨、脸颊、下颌、下巴七个部分。而且脸部方面其实还有眉毛、眼睛、嘴巴等等的五官，这里面也分成很多细节可以调整。重点这只是脸部的范围而已，其他还有像是妆容跟身体。那妆容的部分，我个人是很喜欢调整这个兽娘的耳朵，每个都非常可爱。而身体的部分居然还可以调整捏捏的大小，甚至连神态变化的设定都有，看你们是要帅气的老虎还是胖嘟嘟的熊猫。啊，这边最特别的是可以调整尾巴的尺寸，所以认真要捏是可以花上不少时间的哦。当然比较懒的玩家们，这边有提供很多设定好的外观，都算是相当好看。那女妖兽的职业是前排坦克，至于为什么我个人这么期待她的登场，主要是因为妖兽这个职业是游戏里非常重要的存在，不论是 BOSS、副本甚至是 PVP 打架，任何队伍都会需要她来守护，所以保值程度极高。但由于原本的妖兽职业是限定男性角色，那虽然说还是很帅气没有错，只是毕竟兽人外形的受众比较少，导致这个重要职业目前还是很缺乏。所以如果各位目前想要入坑的话，这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这边我就用副本来展示一下女妖兽的各种操作与技能效果。首先，我们基本上在副本里面一定要尽可能的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来帮忙队友承受伤害。据战斗时，兽王锤这个就是最普通的单体技能，伤害虽然普普，但冷却时间很短，所以使用频率较高。接着我们这个职业关键技能就是风火轮，它可以造成范围的旋转伤害，而且可以移动吸引仇恨。那万一有怪物去攻击队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立刻使用地裂来快速贴近，而且这招还可以降低对手的移动速度，非常好用。至于遇到这种单体很强的怪物时，千金锤就相当关键。除了它的破坏力超级高以外，还是 100% 命中，可以让对手晕眩两秒，并且缠绕一秒，所以这招也是打架的关键技能。最后，兽王无敌就是妖兽这个职业前中期的大绝招，那破坏力比刚刚介绍的千金锤还要高出很多，而且有两秒晕眩。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必中，所以要搭配一些命中效果才 OK。那其实妖兽还有很多技能是我们也有介绍到的，但毕竟游戏嘛，总要留些东西给你们自己去探索的，对吧？那释放完之后，我这边有两个新系统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是时空之轮，它需要组队的副本类型玩法，但比较特别的是，每四个礼拜为一个赛季，除了会刷新奖励，还不定时的更新机制。另外，内容带有 roguelike 元素，在归宗秘籍这里可以自己分配能力，而且战斗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英魂帮忙，彼此之间会有客制关系，所以玩法相当多变。接着第二个是地脉系统，我们可以在这边挑战关卡，只要成功打赢就会提升挂机奖励。重点是获得钥匙素材，总共有红绿蓝彩四种颜色，这可以来到地脉经络消耗对应的钥匙来提升修为，大幅增加角色的战斗力。不论是对小克、无克还是大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重点是培养并不会太过困难。另外，喜欢打架的玩家们一样有福了，因为官方在9月的时候举办了第一届的 EVE 公平竞技赛事，整体来说非常刺激，因为过程是在比赛服进行，
是由官方指定当期的单一职业，而且养成资源可以自行调配，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公平对决，胜负全看个人操作。奖励的部分只要进入64强，所有参赛玩家就可以获得大量绑定金元宝，而第一名的玩家甚至能拿到官方称号。那之前没参加到的玩家们也不用灰心，只要在下一届赛事开始之前去官方社群连接报名就 OK 了，但数量有限，记得赶快去欸。那最后来做个总结好了，不得不说新的版本更新确实好玩，而且女妖兽真的必练，实在是有够香。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自从举办玩家见面会之后，官方就确实有往好的方向去做调整，该有的功能都有，不需要太干，因为自动引导跟挂机就可以帮忙省下不少时间，而且横竖画面的切换能对应不同的使用场合。如果大家对于这种类型的游戏有兴趣的话，真的推荐可以来尝试看看。那么以上就是这次为完美世界 W 带来的游戏资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杰特哥，我们下部影片见，拜咯。